嘿，小太阳防疫大作战，大家好，我是贝大熊哥哥。在这段期间留在家，有没有乖乖的洗手呢？要记得哦，有洗手的话，病毒才会快快离去。其实除了我们待在家，还有很多的医生阿姨啊、警察叔叔啊，全部人都在为我们努力，所以我们要向他们说谢谢你们。我们一起来唱跳这一首《我的小小英雄》。好，首先我们先向警察叔叔问好。警察叔叔你好，转个圈圈去旁边，然后回来看一看旁边。哦，小偷看到警察他们跑，有你最可靠。接着下来我们向医生阿姨问好，也是一样的，向旁边敬礼。医生阿姨你好，穿着白色外袍，嘿，记得外袍是我们装着衣服，然后打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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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另外一边听听心跳，听听我的心跳，有你最可靠。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向邮差哥哥问好，因为我们最近不可以出门，很多的信啊、日常用品啊还有食物都是邮差哥哥们他们送给我们的哦，所以现在来我们向他们问好，也是向旁边的邮差哥哥你好。他们一定要背着一个大邮包，有很多的信件，很多的东西，爱背着大邮包，准时把信送到，点一点头，嗯，有你最可靠。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向厨师姐姐问好，诶，有没有小朋友是爸爸妈妈煮给他们吃的，那就要向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哦。那我们一起跟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。哎，可是大熊哥哥呢是叫外卖的，所以我就要向厨师姐姐问好，一起来，厨师姐姐你好，把我肚子填饱，向旁边摇，然后转转转，放在嘴巴前一个，嗯，哇，有你最可靠。学会了我们就一起去唱跳吧，我们先一起打拍拍哦。警察叔叔，警察叔叔你好，保护大家安好，快乐距离就好，有你最可靠。医生阿姨，医生阿姨你好，你好，穿着白色外袍，有你最可靠。一起打拍拍，拍拍打拍拍打拍拍到邮差哥哥，邮差哥哥你好，爱背着大邮包送信，真是把信送到，有你最可靠。厨师姐姐，厨师姐姐你好，爱准备回家要，把我肚子填饱，嗯啊，有你最可靠。打拍拍，打拍拍 ，pose， 谢谢你们，耶、yeah ！那大熊哥哥也要谢谢在前线为我们付出的医生阿姨、护士还有警察叔叔们，真的非常辛苦你们了。可是在家里的我们呢，我们也不可以懒惰，我们也要做好自己，一起动动身体跳起来，那才会越来越健康哦。这段期间赶快拍下 video 上传到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， Hashtag 小太阳防疫大作战，那小太阳就会送出一些神秘礼物给小朋友们哦。赶快拍下 video， 我们一起加油度过难关。